好，浮水印，我们特别再把浮水印拿出来说明一下。浮水印的做法非常多，第一个你可以使用插入图片的方式，我们谈过，你可以选择插入图片的方式，你可以插入类似这样，点两下之后用属性来做，至于背景，这样可以做类似的功能。另外，插入图片你也可以在哪里插入呢？在页首页尾插入，你在插入页首与页尾，我们在介绍页首页尾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介绍文字，那你可不可以插入图片呢？可以，插入影像，你在页首页尾中插入影像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搬到你需要的位置，一样点两下，可以选择穿过，至于背景一样，好，这边选择确定，这是页首页尾。你插在页首与页尾的图片呢，每一页都会出现，好，每一页都会出现。你有两个配置，它就有两个配置的资料。这是在页首页尾中，好，做一些插入，可以做出类似浮水印的功能。那你也可以在页面里面设定格式里面的页面，那这边里面也有所谓的页首，不是页首页尾，在区域里面你可以选择什么点阵图，然后你可以选择汇入点阵图，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也可以。我把企鹅汇进来，那你需要怎么做，平铺还是自动调整都可以，像这样是扁扁的，平铺它是放了很多页。好，我选择自动调整，确定这两个不一样，那我再把页首与页尾里面的东西把好，这样就会有两只企鹅了，那你必须在页首页尾把这张图片去掉，它才会不一样。好，假设我们再插入一个断页，这是两页，因为我们在页面里面有一张图，在页首与页尾那边我们又放了另外一张图，好，这会造成这样子的效果。我把一张删掉，页首与页尾里面把一张删掉，好，这样就只剩下一张了。好，这是浮水印的做法，有非常非常多种做法，那至于图片的格式你自己选择，有时候像这样子并不非常恰当，因为我们图片太清楚了，这边的文字又是黑的，造成一些阅读上困扰，使用浮水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看你是需要一小的区块或者是在哪里出现。那浮水印的做法也非常多种，你选择一种来做就可以了。